被咬了，你看这手根本松不出来。请求峰哥支援，快点，手都要断了，手都要断了，快快快！看哪辆船去？痛！你伸手要抓九哥，你干啥呢？他要跑了，剑都拖出来了，个鸡巴的！剑拖了？嗯。先拉我那个泡沫过来，把那个鱼串串进去。你要拿着就可以了。我操！被它咬住了，小的快。咬了几个洞，坐着。啊，现在上来了，这个潜点感觉没什么后了，就大的话就打了两条，两条石斑的话应该有40-50斤了，这条有好大，这条25斤，还有峰哥的芭比鱼，漂漂亮亮鱼。好了。那我们准备休息一下，换点。